and gentlemen， 掌声有请奥迪创新大使周迅，奥迪音乐会进取先锋张亚东。Please welcome Ms. Zhou Xun, Audi Creative Ambassador and Audi Voice Front Circle Progressive Pioneer, Mr. Zhang Yadong. 掌声欢迎。Woo! 你好。你好，周迅，快来站到我们中间，你可以再靠近近一点，我想大家都想看看周迅、张亚东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两位。我要站在你们两位中间，不介意吧？怕你们电力太强了。我知道这个是第一次哈，奥迪是第一次聘请了我们影视界的名人，也是这个获得我们中国最高的这个最佳女演员奖项多项的这个周迅啊，名人，然后也是音乐界的大名人，我们的张亚东来拍摄这一次的电视广告，所以这也是一个首次，大家有手的朋友拍个手吧，还是跺跺脚，呀、yeah!。很期待这一部广告 ，OK， 马上就要出炉了。那今天我们在这呢，首先可以好好的访问两位，亲身的经历了这个开电动车，好像是第一次，对吧？周迅给我们说说坐在里头的感受吧。好啊，其实大家晚上好啊，那个，其实我自己喜欢奥迪很多年了，然后这次能和奥迪一创合作，心里其实是挺开心的。那我在车里面的感觉是。它非常的静谧，静谧等于用就是大家都很直接的话，其实就坐在里边会非常的安静啊。对，然后像我们工作一直身边会有很多人啊，然后有些时候在剧组也会有很多嘈杂的感觉，然后当你在里面的时候，特别是我昨天从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啊，然后他们用一创来接我，就整个感觉在路上就非常的安静，嗯，哇，那特别好的感受。对，然后对，然后因为是晚上嘛，所以你在里边你看它的那个就面板都特别的精致和豪华，还有很多很，还有像那种蓝色的灯光在里边也都有。对，所以在这个深圳里面穿梭，感觉特别好。对，静静的看着繁华。那亚东呢？你呢？我们刚刚看到片子里，好像周迅是负责在城市里面开车的，开这个电动车。然后你呢，就是比较野的路线了哈。